老是肩痛是怎么回事？肩关节及其周围的肌肉、筋骨疼痛称为肩痛。引起肩部疼痛的原因和疾病主要有：第一，关节疾病，比如风湿性关节炎、肩关节周围炎、肩胛肌劳损等疾患，和黏液囊炎和肌腱炎等都会引起肩部的疼痛。其中颈椎病可以引发肩膀疼痛，因为颈椎病所引发的肩部疼痛在医学上也常称为颈肩综合症。颈椎病所引发的肩部疼痛，大多数患者能忍受住疼痛的症状，疼痛大多不太剧烈，有的患者会感觉肢体发麻，浑身乏力，而肩部关节活动受限并不是十分的明显。二，肩部肌肉痉挛会引发肩膀疼痛，多数患者为白领或者是长期伏案工作或者长时间操作电脑的人群，这些人往往长时间的保持一种姿势，坐姿不正确，导致肌肉痉挛，使肌肉一直处于紧张状态，从而引发肩膀疼痛。此外，这些患者往往伴随有颈椎骨质增生存在。三，肩周炎会引发肩膀疼痛，大多数肩周炎患者在急性发作期都会以肩关节疼痛为主要表现，而且患者常常有白天症状轻而夜里症状加重的特点，过度劳累会引发肩膀疼痛。四，一些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群，由于肩膀用力导致肩膀严重受累，从而导致了肩膀疼痛。五，肩膀受寒会引发肩膀疼痛，有的年轻人在寒冷的冬季穿过薄的衣服，或者是在晚上睡觉肩膀裸露在外面，导致肩膀受寒，出现肩膀疼的症状，这些因素都会引发肩膀疼痛。引起肩痛的原因还有冠心病，冠心病病人常会出现一个肩痛的症状，有时会掩盖其他部位的疼痛，所以肩痛要引起高度的重视。一般冠心病病人除了肩痛外，还会有胸骨后和心前区夹杂样不适。肺尖癌也可以引起肩部的疼痛，但肺尖部发生癌症后，不但发展的肿瘤组织可以压迫或侵犯颈丛、臂丛神经，出现肩部疼痛。这种疼痛通常是以腋下为主，向上肢内侧放射，烧灼样疼痛在腋间游射。如果肩部严重受压，还会影响肩部和上肢的活动。